推荐给你一支 Tiziana 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气，它虽然有满满的果香，但它甜而不腻，非常清爽，然后会带给你一整天活力，然后心情愉悦，然后它也非常适合你任何的穿着打扮，在任何的环境下使用它。我觉得这是一支百搭的香水，你可以来把它试在身上，它会给你活力满满跟正能量。OK， 好，林心丽，好，罗马之男，罗马之男，他是在描述就是罗马以南的那个海岸度假胜地的一个氛围。那我觉得他这支一开始喷下去的时候，就是这是一个很热带、很热情的那种满满的水果香气。就是我觉得它里面的这个开始这个味道是什么？芒果跟一些微微酸酸。百香果，百香果跟一些其他比较果香带一点酸感那种感觉，让你的精神会非常的愉悦。然后到它中后调的时候，会慢慢的转变，就是有花香加那个后调，就是麝香的部分就非常明显。那我刚看香调部分，它还有那个檀香，所以整个后调的味道会更就是转变成一个很迷人的，很舒服的。那种微微的那种奶香的那种麝香感，对，那个整体的感觉就很适合在这支，我把它形容就是可以在下班后喷上它，然后可能心情就开始下班了很开心，然后一直到你睡觉的时候，然后它就已经走到后调，因为这支的持香非常非常的长，到后调之后，一直到你隔天早上起来都还可以闻到它微微淡淡的香味，非常的好闻的一奶支，檀奶檀，OK。非常棒，谢谢两位，谢拜拜，谢，拜拜。